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快醒醒啊！姑娘，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不管了，再怎么样，我要先把她救醒。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是个怪兽？哈哈，奥特曼，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？叫做兵不厌诈。我的怪兽，你太没运了，谁都救不了你，死定了。去死吧！奥特曼，你不是能耐吗？继续能耐呀！你倒是还手啊！给我去死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奥特曼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恶的怪兽把我能量石骗走了！什么？你这个可恶的超人！把能量石交出来，我死都不会给你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终于取出来了，去死吧！赶紧去救奥特曼！奥特曼，奥特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不过是现在的怪兽太狡猾了，竟然伪装成人类来骗能量石。那我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些。不说了，走。